警告是我减去了图案，是减去警告是我图案减去了多少？一第一个是一啊，然后就二啊，啊一二三四，啊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六七四。错误，你给我开玩笑！一二四一，哦，那边是一撇了，就是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五，然后这就是四。哎，why？为什么？哪里错？这是一啊，二。四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减二五啊，错误，哎，why？为什么？等下回不去了。你跟我公申请还要？那应该就是剩下的哦，三一一二三二，减去的图案，减图案减去了多少？第一个是一个啊，第二个就是两个啊。三减一等于二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减一四，三减一，三减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减三五啊，一二七减二四，七减二五，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哦，对了，我等一下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先在这边储存啊。嘿嘿，按下去。对，按下去嘞，然后呢？按下去，然后嘞？然后嘞？你不跟我说按下去什么都没有事？我根本不能敲它。奇怪，我为什么回不去了？为什么？我怎么会卡在这边？正常来讲，打开门以后，为什么那边有一个裂缝啊？可是为什么我一直？这哪里出了问题？
按下去以后门也没开，它又一直攻击。到底是谁啊？不对啊，那边就唯一那边有裂缝，应该是可以敲的啊。奇怪，哎呀，这太奇怪了，不可能回不去啊，就跟回不去的卡罗是一样的道理。那、啊、我该做什么吗？我都快回不去了。还可以嘛？那我，哦，刚才是在这边，然后，哎，怎么回不去了？回不去了，come back，就像你的饼干掉到牛奶里面一样，有没有你好好的吃一口饼干，喝一口，有点恶心的。不行，他会把我传送回来。哦，该死！这要靠技巧，神走位。啊，麻烦啦！各位小小小马的科大师，这样子。我把它存在这里啊。哦哟，它移动太大了。大家都听着 BGM 这个的 BGM。太快！哦，我就有点恼火。等一下，这个动太快了吧？那最后一个底下是难走，是没错。其实还蛮简单的，这一块，这一块就叫难。快到，快到！哦，不能存档。我先存到第三个一样，在第三个。OK，螺丝被紧紧的选住。拴住是吗？那、啊、好，空的，你干嘛不用这个撬开就好？所以我一直说我白走。所以你的意思说我是白走那一趟啊？那没关系，我一样存在这边。我小，那就看这一关了嘛。No，这边是全部消失，刻着一个爱心。到底你们到底想怎样呢？刻着一个爱心。我拿器官是吗？没有心脏啊！奇怪，都没有。走，既然都没有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尽 量我只要这几个地方能去。我不知道被那个大大的，不知道过去那个大大的地方会怎样。断掉的一条腿，很恶心。